第二小题 2x 加 2y 减1积分，第一个积分变数是 y， 所以 2x 看成常数，积分乘以 y， 加上 2y 积分是 y 平方，减掉1积分是 y， y 的上下限，下限是 x， y 的上限是4减 x， 外面是对 x 的积分。先把上限4减 x 带进来， 2x 乘以4减 x 加上4减 x 的平方，减掉4减 x，接下来下限 x 带进来， 2x 乘以 x， 2x 平方加上 x 平方减 x 相减，积分好。我们先把里面这一个式子展开，第一项 2x 乘以4减 x， 2x 乘以4 8x， 2x 乘以负 x， 负 2x 平方，4减 x 的完全平方是16减 8x 加 x 平方，负号放进来减 4， 负负得正加 x， 再来这 2x 平方加 x 平方是 3x 平方，把负号乘进来，负 3x 平方，负负得正加 x， 积分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式子做化简，我们先看平方项，这里是负 2x 平方加 x 平方减 3x 平方，合并起来是负 4x 平方，再来是一次项 8x 负 8x 消掉了，这里是 x 再加 x 2x，常数项这里有16减 4， 所以加12，积分。负 4x 平方积分是负三分之 4x 三次方， 2x 积分是 x 平方，12积分是 12x，积分的范围是从0到2，把上限2带进来，负三分之4乘以8 32加4加24，下限0带进来，三项都等于0。好，所以负三分之三十二加四加二十四等于三分之五十二。